就是一会儿我们即将要演的这个节目是啊，是我们两个人第一次要演，刚才主持人要报了主持人也说了叫我要开演唱会、嗯、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我准备今年啊开个演唱会，我也跟领导聊了，领导说你有实力吗？我说我有实力。你有信心吗？我说我有信心啊。领导说你有钱吗？我说再见领导各位婉言谢绝了。演唱会啊是需要花钱的。对，没关系，那我们就把这个相声舞台啊一会儿争取变成一个演唱会的舞台。是是是，就是跟大伙儿有说有唱。对，嗯，那么这是我的绝活。哦，我的绝活除了这个呢还有别的。是啊，魔术给大家变一下。烧鸡，你自己不上网看看评论吗？怎么还舔着脸变烧鸡呢？我看评论干什么？人网上都说你那些话都是，就是都不能播。我在出版上变的烧鸡多么的精彩啊！没有，不行，这是我都害臊站边啊，知道吗？你们也别变烧鸡，你们不是要演唱会吗？你们不好唱吗？好唱，拿自己的长项出来呀、啊！长项啊，跟大家唱几句。对呀、啊，唱个什么呢？嗯，因为我呀，我这个人会的比较多。是啊，打小就喜欢唱。小时候喜欢。儿歌十八首，我张嘴就来。您就是儿歌十八首是什么呀？没听过吗？没有。刘大哥讲啊话。这不是青岛吗？谁说女子像清闲？我没想到这是儿歌。男子大丈，女子纺织。你们是一个童年。这就是我的儿歌啊！那儿歌不，这不是豫剧吗？这不，我打小就听这个呀。哦，你农村也没有别的可听。哎，院门外那三声炮，如同雷震。哎呦呵，天伯府里走出来我。不会，你嚷嚷什么？我不告诉你不会吗？不会，你还有理了？你还舔脸，还敢坐这边？这边没有人敢说不会，啥都会，这边是不是？哎呀。打小就喜欢听这个，哦，就听豫剧长大的。您小时候的儿歌是什么？催眠曲什么的？啊，就有催眠曲啊。啊，就我们一般就唱什么“风儿轻，雨儿明”。树叶遮窗棂啊，小宝宝睡梦中。嗯。哎，我们那就哄着睡着了。哎哎，就睡着了。是儿歌，我小时候听的那些个催眠曲，嗯，跟你们听的不一样。那估计还是豫剧。哎，小伙子去哪儿？小伙子不爱听了、嗯、不爱听催眠曲是不是？好，我等你回来。他又不回来了呢？我死这儿。您不用等他啊，您说您的。好，又你回来我再给你唱一遍啊。嗯，催眠曲。你们老家的催眠曲什么呀？你也说了斋，我也说了斋，这喜怒哀乐一起，那个都到那心头来。这是催眠曲。鬼也不是那鬼，哎呀，怪也不是那怪，好，牛鬼蛇神他倒比正人君子更可爱。夫人，你起雾了。你等，唱完吗？前面起雾了，行。唱完。别这，哎呀，你再给招来。你再唱，这突然起了个雾，这啊，吓我一跳，真的。起雾了，冒烟了。不是，您等我再唱一遍试试啊。你也说了斋，我也喜怒哀乐。哎呦，又起烟了。我的妈呀，真起雾了。哎呀，
这么有效果吗？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吧啊，咱们从根上纠正这个问题啊，这玩意儿是催眠曲吗？这就是我的催眠曲啊。不是你小时候这么胆大呢？你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呀？因为我小时候淘气，哦，不睡觉。那你们听这个呀？我父母就给我唱这个歌，一唱就把我吓晕过去。哦，这是催晕啊、哦！我妈跟我爹配合，啊、我爹唱，我妈扮演女鬼。我爹旁边，你也说聊斋，我也说聊斋，我妈就过来了。谁叫把孩子拐？我嘎噔我就晕过去了。哎呀，老头老太太吓唬他玩，两口子配合呀。哎呦呦呦，朋友们可能不知道啊，我有五个姐姐啊，有，分别扮演过五个女鬼。这一家子为哄你睡觉啊？哦，我大姐是扮演过无脸鬼。无脸鬼，有人记得这个老的《聊斋》吗？啊，无脸鬼。一个女的披头散发，哎呀，坐在一个井边上，我被坐在井边上，对，谁过来问她怎么了，她都不回头，只要她回头啊，这个人没有脸一定会把人吓死，把我给推井里啊。哦，我大姐135是我大姐扮演无脸鬼，这还休息几天啊、哦、坐在井边上，我过去问她，我说大姐你咋了，我大姐妈人家喝，我立马啊，真没溜儿，这家里头我就吓晕过去了。哦，我二姐，二姐呢？因为我二姐长得好看啊、嗯，扮演过聂小倩。哦，就是从那个日就飞过去那个，不是香港那个版本，哦，郑州电视台拍的那个。哇、哦，这我还孤陋寡闻了。方言版。哦，方言版的聂小倩、啊。你过来，我要掐死你！好家伙！这是二姐，嗯，我就二、嗯，我就死了。哦，我三姐，三姐呢？扮演过贞子，没扮演过核桃啊？扮演核桃干什么？那么大人扮演个贞子干嘛呀？没有文化。我怎么没文化？贞子，真，哦，就是从电视机里，日本的鬼片，哎呦，从电视机里爬出来。哎呦，我小时候就那样，正看着电视呢，突然间我爹去拉闸，哦，停电了，哇、哦。再一来电怎么样，我三姐穿着一个电视机正爬呢，好家伙，这一家子，弟弟快点睡觉吧，哎呀，我就啊，我就晕过去了，就为你睡觉。小时候我就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哎、那四姐五姐呢？扮演黑白无常，因为我晕的地方不一定是哪儿啊。好，四姐五姐负责把我弄到床上啊，这是这河南一哭鬼，这是我就是这么长大的。哦，后来长大就好一些了，长大就不信了，哎，就不再信这些了，就听的歌曲呢也变了。哦，爱听什么了？有很多那个主题曲。是啊，过去经典那个老电视剧主题曲。什么呀？有这么一个电视剧叫宰了个罗锅，听过吧？您等会儿。很好看。人家招你惹你了？宰了个罗锅，宰相刘罗锅，宰相刘罗锅，你宰个罗锅干嘛？主题歌听过吧？嗯，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呀，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你看，都听过是不是？嗯，还有那个片头曲，片头曲好。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嗯。撑杆子挑江山，一儿一儿哟，你就是定盘的星。说电视剧大家都看过，看过是吧？都看过。好，嗯，挺好。宰了个罗锅，宰相刘罗，宰相刘罗。还有个电视剧叫嗯，卢卢女人和井，听过吧？这不是大姐吗？卢卢女人和井，怎么是大姐呢？大姐不就坐着井那儿吗？卢卢女人和井吗？哦，还真是，还真是。大姐主题曲，卢卢女人和井。嗯，主题曲大家都记得吗？什么呀？怎么唱来着？问大姐。东边
有山，西边有河，前面有车，后面有辙，究竟是先有山还是先有河？究竟……回来！您别走了，您这歌太老了，这观众年轻的居多，没听过吗？究竟这挂老车走的是哪道辙哟？春夏秋冬还挺长这歌。回来吧，怎么老后往后边走？您换一个大家知道点的。多么经典的歌啊，这都年轻人多。嗯，还有一个。还有什么呀？就那个离不开女人的狗。不是，这什么狗啊？这是篱笆女人狗。篱笆女人和狗，嗯，还是大姐的事儿。我觉着大姐成长了啊。这大家都会唱了吧？篱笆女人狗应该会，更经典一些了啊！嗯，星星，哎呀呵，不是，稍等一下，前面有几个大姐，这个音下不来，还是那个星星，真难为人家。月亮。你还是真不少。山野，这山有两也还是那年子是年子哟，爹是爹来。你看，行，凑合。行，终于有点同龄人了啊。可以说像20年了，第一次这么尴尬。凑合。行，挺好。还有一首，还有什么很经典，一定会引起大合唱。什么经典？古传女人和网，是大姐的三部曲。这是怎么老这女的大合唱啊？哦，太阳月亮拧了一个口。哎，这彻底没人知道，这10000多人啊，哪怕有一个跟我唱的，是不是？你说明这电视剧可能就是我就不信，我就不信一个都没有。太阳月亮拧了一个口，除了起哄的还真没有。嗯，阴差阳错才有圆的球，好吗？记住了吗？太阳月亮拧了一个口。这还一说唱呢、啊、这大姐阴差阳错才有缘的情。您这太老了。我教大家一下啊，教大家一下。太阳月亮拧了一个口，阴差阳错才有缘的情。记住了吗？阴差阳错才有缘的情。记住了哈。现教。到时候发网上咱就发这一遍好吧。刚才那个咱都取消好吧。太阳月亮拧了一个口。回来吧，您今儿得有10000多步了。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这不是你教的吗？你唱点大家知道的呀。您要开演唱会，您得唱点大家都知道的歌，耳熟能详的。那咱大家配合一回好吗？咱来一个经典的老歌。什么呀？三个和尚，好不好？这第一排大哥，你干什么？你嘲笑我干什么？我说三个和尚，大哥，这什么玩意儿？我觉得大哥都算客气的，
这叫什么耳熟能详啊？这个叫这不是经典老歌吗？你也得说它多老啊！大家跟我配合一下啊！我翻了半天，我特意找一个跟大家能够互动的一个歌曲。三个和尚，这不翻的什么？这是我唱一句，大家重复我那句，前面加一个嘿嘿就好了，好吗？哦，一个呀和尚跳呀慢跳水河。哦，还得重复呢哈、啊。不是纯嘿嘿，还得重复。跳呀慢跳水河，你们也得唱，好吧？跳呀慢跳水河，嗯，哎，你闭嘴。一个呀和尚跳呀慢跳水河，我往回走我都懒得走了。你那是累了。两个呀和尚抬呀慢抬水河，三个和尚没水喝呀没呀没水喝呀。你说这是为什么呀？为呀，为什么？为什么那和尚越来越多？这是我第一次演这个节目，说实话，骗大家是孙子的啊，在我脑子里，我写的时候一定是全场大合唱。我写的时候特别激动，我说我太聪明了，三个和尚这样的歌我都能想到，一定跟大家引起非常强的共鸣，大家一定是嘿嘿跳呀慢跳水河，两个呀和尚抬呀慢抬水河，大家是嘿嘿抬呀慢抬水河，一定是这种效果，我万万没有想到。你呀，听我点劝，按时吃药完多晒太阳，这不是偏执狂了吗？这不，你知道的歌大家不一定知道。我想开演唱会啊，今年2024。那您唱点大家知道的呀？我想找一找，就是500凤凰传奇那种感觉呀、啊。500，咱试一下500的那种感觉，好吧？500的感觉。你说，你的心中满是伤痕。你、啊，你说你。我明白了，朋友们，我明白了。你明白？三个和尚是一个错误。你别说，这脑子聪明多了啊！三个和尚绝对是个错误。那你也不能唱人500的歌。你是我天边，我心把你留下来。哎，您这有点侵权了，知道吗？人家还开着演唱会呢。跑你这儿唱完，人家这儿去不去了？哎，今天李健在这儿唱演唱会是吧？对呀、啊，健哥没在这儿，你以为在天上飘着呢？怎么了这？我以为是同一个场馆的。没有，你多乱呢，这得。我们这是个馆，我以为他在隔壁体育场呢，是在隔壁吗？啊，哦，不在。李健的歌都非常好听。是。大家会唱哪个？哎，李健有首歌叫《松花江》，听过吗？松花江，这是我的家乡，美丽的地方，松花江上。回来吧，回来吧，就好走，你知道吗？您别唱人家的歌，知道吧？原来李健不红啊，原来。还好意思说人家啊？唱我自己的歌啊？今天没有准备我自己的歌啊，我都是抄袭，我都是。不是，您唱点那能开演唱会引起大家共鸣的，引起大家共鸣的，有年代感的那种，有年代感的好歌，要让大家觉得哇，要这种效果的。对，你有歌你唱啊。接下来，一首张雨生的《大海》，行吗？还会唱大海呢，而且带音乐哟，可以啊，我听听您的嗓子。这是大海，
总有洋人爱音浪漫心事的只有把它放在心底唱真好谢谢走在你这个骗子放自己的声音自己配下假唱吗这不是哎我就问你刚才真不真那管什么用啊您现在演唱会得自己真唱假唱封杀了你了真唱我上不去啊你唱你自己所熟悉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不是喜欢这个女性歌曲多吗哎你少唱这男的歌行是吧来接下来给大伙唱一个经典老歌什么老歌我去化个妆什么好吧什么意思化妆歌曲演唱会模式正式开启是什么意思？哎，人家演唱会还真这样哈，唱个五六首，休息换身衣服，另外一造型哈，这还真奔演唱会去的，可以啊。行，我不行，我唱歌也就那一两首还能唱，我比不了人家。哎，我一会儿翻场的时候给你们唱啊，人家演唱会咱没搅人家，我现在就想看什么造型这是。这办什么怎么台上又起雾了你把我一人扔出来有点害怕了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还以为大姐来了呢哎呀好长啊、哎、这还真像是人家哟真难哦对演唱会模式啊您这是五百啊还是动力火车这是你唱什么歌啊会唱的朋友一起唱 啊一首经典老歌、哦、粉红色的回忆献给大家这边的朋友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压心底这真唱啊您等会儿停不是你这找什么呢我找景呢这还是大姐谢谢大家谢谢一首经典老歌粉红色的回忆这个节目呢是今年刚创作的就是想为了这个今年的演唱会做一个铺垫其实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开一个演唱会但是自己呢能耐又小乐理知识又不懂但是就是喜欢唱从小特别喜欢唱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唱啊、就是喜欢唱嗯没办法啊前段时间因为之前每年都会翻唱一首歌嘛什么奚落儿女什么最亲的人什么问心无愧最自在一翻唱就火一翻唱就火不知道为什么炫耀啊奚落儿女是吧然后呢就想做一个翻唱的专辑是啊想了半天我说这翻唱专辑怎么也得十首歌嘛对然后就开始回忆小时候那些歌回忆了半天就是去录音棚试了半天其中就有这个粉红色的回忆、嗯、马上就要发这一走 一走一大片啊这是小伙子刚才从那边走现在又从这边走啊谢谢啊拜拜哎
就是空出四个位置来，空出四个位置，赶快，最贵的位置。哎呀，还是这俩人聪明。哎呀呀呀呀，哎呀，完了，兄弟，回去吧，快点，小伙子，快，完了，跑什么？往回跑什么？完了，回去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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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了，哎，对，没了，回去吧。哎呦我的妈呀！粉红色的回忆，然后发的第一首是这个《九九女儿红》，大家听了吗？那也是小时候特别喜欢的一首歌，《九九女儿红》啊。刚才就是给大家演了一遍，没想到这个效果还不错，是吧？嗯，这嘻嘻哈哈，嘻嘻哈哈，开开心心。现在大家工作生活压力比较大，嗯，买一场相声的票，听一场相声。其实我们呢也没有那么大能耐，只是在台上乐乐呵呵，让大家开心，这就是我们卖票的这个目的。乐完了出身汗，多舒服！谢谢您，谢谢谢谢谢。行了，兄弟兄弟，回去吧，回去吧。好了好了，兄弟，这么粗一个老爷们儿。没拍到，没拍到，咱俩一起，好吧？一二三，我胳膊短，主要是。哎，就。谢谢大家，谢谢。今天呢，这个舞台呢也是特别的设计了一下，从那边到这边可以走得很长，可以让这边的观众小一百米了，我觉得，包括后面的朋友都能够感受得到我们的热情，是感受到我们心里澎湃的这份激情，就是想送给大家，会什么就想送给大家。嗯啊，刚才唱了一个《粉红色的回忆》，接下来的时间呢，这叫翻场。大家看，现在已经10:46了，啊，刚才我们是10:01上来的哈，对，已经是到了这个。该结束的时间，是没有关系，继续唱。戏楼儿女，来来吗？老师，来开启演唱会的模式了。因为我不习惯戴耳麦，一会儿戴耳麦试一下，我只能立着个音响器。张嘴了。听雨在远处落下，寂寞的城道比天边晚霞，迷茫的人走在路上想家，生活的虽然泪痕过脸颊，正在西路唱着情唱，不安的灯迷送我的惆怅，热烈的酒令赤舞的悲伤，难过的人扶着杯子笑唱。陌生的朋友，请听我讲，是的，一切我也曾有梦想，将我满载荣誉回到家乡，这肆意的风压弯了海棠，听起不认识的是眼眶，谈起旧爱就恨寸断肝肠，偶尔想你为我披件衣裳，别留我一人在风里摇晃。这边第二遍咱一起唱啊，因为我离这个音箱远，我就听的音乐怕不准。多年轻的人就想
偶尔想你为我披件衣裳。这歌这么红吗？我也许和你曾梦想，直到家乡我自己感情早就变成了难唱，偶尔想你为我披件衣裳，别留我一人在风里摇晃，别留我一人在风里摇晃。你瞧人家歌多火，好感人啊，我的妈哟。真好啊，好感人，这歌啊，谢谢海拉姆，谢谢。别老上上边说，老抬着头谢谢人家。我强忍眼泪，强忍眼泪。我第一次听这歌的时候，我觉得写的很好，跟我有点像啊。嗯，像有些人有个人帮我披件衣裳等等，陌生的朋友，请你听我讲。许多年前我也曾有梦想，就我觉得写的很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给我带来这么强震撼的这个声浪，让我感受到歌曲的魅力，让我能感受到我就像一个歌手一样站在台上，我都这种感觉，我去。是乐意是不乐意，太棒了、这种感觉，这种感觉真的倒是演唱会了、真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是我感谢你们多，真的感谢观众，观众好。什么时照相来了，哎，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会唱的今天全唱啊。还有什么啊，还是我红一些啊，五环好，谢谢大家，行了行了，可以了这歌我实在是听恶心了啊，是有点恶心。那个这样，我看后面的朋友今天就是表现的一般哈，哎，什么话，这叫没怎么表现的。五环之歌后面的朋友，咱们前面都不唱了，两边也不唱了，就给后面的朋友，让我感受到你们的那种声浪啊。哦，后边是楼梯没人。楼上有点，哎呦，山上的朋友们，有一天你会，哎呀，修到七环，你比五环正好。谢谢青岛的朋友们，真的，又让我们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怎么一饮而尽？干嘛要喝毒酒啊？这是。最新的人，老师，最新的人，都有音乐。我们现在，最亲的人，又和 MV 了，翻过了。哎呀，云蓝天蓝，望眼平川大步迈向前，感谢这人间爱，花开
情伤不问是何年，离家的日子又到了冬天，谢谢我最亲的人花钱，门前的小树已成年。宋老师啊，你下去休息一下。我站着一样休息。感谢这人间爱，花开山山不言言，雨水青山是何年，离家的日子又到了冬天，谢谢我最亲的人花钱，门前的小树斑驳岁月陪你到永远，咿呀子咿呀子咿呀子哟。花开山岗红艳艳，绿水青山不问是何年，离家的日子又到了冬天，谢谢我最亲的人花钱，门前的小树已成年，阻挡着风雨来的突然，家中的爸妈皱纹成线，翻过岁月陪你到永远，翻过岁月陪你到永远。哎，越来越好，就越来越准了，好开心啊！是是是，好开心，朋友们，你们体会不到这种开心，朋友们给面子，朋友们能够大合唱，我在台上这样，我还能赚钱，大家这么配合，我的妈呀，嗯，无敌了这种感觉，是是是。那既然这样的话。还接着唱好吗？还接着唱。前两天发的那首歌曲《九九女儿红》，我今天试一下，我首唱啊，《九九女儿红》，老师。声音再大一点可以吗？不一定进得去。遥遥无风船，顺水又顺风，是吧？我唱得好好。等办了女儿红，心总是大张弄，thank you.
人刻在我心中。九九女儿红，永远记在我。来，印印，来，包着包着，印印印印印。台上太干了。我们昨天来的时候，演出商跟我说月月，帮你准备了一个小惊喜，就是台上你的歌啊，帮你配了一些画面，配了一些这个 MV。 说实话，台上这些画面我真是不知道，我也没想到，就是前面是相声，后面是演唱会的这种感觉，这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其实我就是想尝试一下，我没有想到九九女儿红。你看刚才我唱第一遍的时候完全都是我自己在唱，我最怕尴尬，因为我怕话筒一递过去大家鸦雀无声，大家没有人跟我合唱，那走呗。我就有点害怕，但是我没有想到这首歌是这样的红，大家都能够跟着一起合唱，有词都能唱，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是是，我再一次90度鞠躬，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感谢大家。青岛我们来的还是少，我真的是没有想到，是是是，眼泪扑簌簌往下掉，但是我强忍住啊，不能往下掉。刚才我说了，九九女儿红是翻唱那个专辑里面第一首，然后粉红色的回忆有可能是第二首，然后我再选粉红色的回忆，还有一首怎么放在第二首，怎么放在第三首。其实另外一首呢，是其实是我特别想唱的一首歌曲，是吗？大家也是耳熟能详的一首歌曲。什么歌曲？我本来今天没想在这儿唱，那么既然朋友们是这种感觉哈，让我这么感动，那就唱给大家。好，这首歌献给我的妈妈，也献给我的师娘。我的师娘从我刚进德云社19岁到现在20多年，这么呵护我们，这么爱护我们，让我特别感动，就跟亲妈一样，就跟亲妈一样，献给她妈妈的吻。哎呦呵，我那亲爱的妈妈已白发鬓鬓，过去的时光难忘怀，难忘怀。妈妈曾给我多少吻，多少。妈妈的吻，甜蜜的吻，叫我思念到如今。遥望家乡的小山村，小呀小山村，我那亲爱的妈回了家门，小小心愿，小小心愿，再换妈妈一个吻，一个吻，吻干那丝儿的泪珠，安抚她那孤独的心。妈妈的吻，纯洁的吻，叫儿思念到如今。
来擦一擦。我是不是唱的还行？非常好。嗯，妈妈的吻为什么唱这个歌呢？为什么呀？就刚才我讲的，就是献给天下的母亲。对，妈妈是伟大的，伟大的妈妈。哎呀，谢谢大家，谢谢。是11:08，十一点零八，十一点零八了。还有什么想听的吗？哎，孙老师还没唱呢，是吧？净瞎起着哄。我半年多没唱了，我争取唱对了，好不好？孙老师，他词儿不，他词儿就对了，我就对啊。找啊找啊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金戈里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时光慢些走，分别多年以后，是不是总要借口太忙，慢慢的习惯成为理由，总会想起那些很久没有见面的朋友，此刻我多想给你们一声问候。蓦然回首，实在经历了多少风雨后，曾经天真的以为我们永远不会离分。当我独自的走过人生十字路口，当我拉着妻子和孩子们的手，我才发现你们已经离开我生活太久。找啊找啊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金戈里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找啊找啊找朋友，我们想找回一些好朋友，金戈里握握手，从前的日子涌上心头。金戈里一起喝杯酒，你永远是我的好朋友。哎呀，没想到对了。有提词器，那是那是，没他崴了。谢谢大家，谢谢。十一点十一了，这时间真快。十一了，拆西厢。哇，这是唱两句《水漫金山》吧？好吧。好。唱两句，听个新鲜，是不是？来，《水漫金山》。来。可这喊谁呢？哦，女朋友。西湖美景甚可观，清澈的秀水衬高山，金线柳栽栽，这个湖沿岸，金山竹影几千年，许汉文到西湖，他去观美景，遇见了秦伯二蛇两位大仙，伯娘子见许仙，用琴喊没词儿，配了音那缘。这一天夫妻饮美酒，误饮雄黄是起了祸端，仙缘形吓坏，
我的二夫主好可叹，许仙是一命捐，伯娘子一见二夫丧了命，急忙忙长寿高山道取仙的丹，大舅二夫他是得了命，许汉文还愿是上了金那山，许汉文到金山他是去还愿，一去多日是没有回呀还，伯娘子带亲儿到了金山寺，正赶上法海是打坐盘那禅，伯娘子走上前忙打举手，哦，好心的禅老师傅尊了几番，我与你无仇，这个儿无有恨，你不该拆散了美满的姻那缘，三生放出我的二夫主，一笔勾销是无话言，三生不放我的二夫主，博舍我平了这座四金那山，谢谢大家，谢谢。哎，这传统的真好听，这是传统的节目啊，竹板书水漫金山。对，水漫金山是像竹板书，在我们后台我唱的还算是可以的哈，现存不多的竹板书艺人。时间已经真的是很晚了，11:01了，拆旗香，那就再唱一首惜别的海岸好吗？来，惜别的海岸音乐。尴尬，惜别海风，送别一片风浪何处有停动，还是这边的朋友更厉害。何处有你踪，这边把我累了。远处汽笛声声哑的，想不过你爱爱叫你爱爱上但你到底我有余生我在自己自己有余力量，只有回首说再
谢谢。他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有请我们其他演员上台。这就意味着什么，知道吗？来吧，朋友们，要结束啦。对。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参演的这些朋友们啊。来吧。第一位，杨鹤通。哎，杨鹤通，我们这杨主任。第二位，冯兆阳。对。谦儿哥的徒弟。这一位，孙九芳。对。烫头的区，我第一任搭档也是我最棒的搭档史爱东史老师。史老师，李云天李根根哥，李根根哥，嗯，刘和安，刘和安，又叫刘全淼，刘和安，这是我们今天所有的阵容啊，喜欢吗？不喜欢换一批。没有啊，有没有什么要展示的？你先能唱一个柳一个的，来一个，有没有想展示的？来，我给大家唱一个叫小帆，打了鸡血了。一见奉旨到林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啊门叫小，诈骗，这不是蛆，这是个蚕。你还不如唱，你山东人是吧？路为济难车，你们也会两句是吗？路为济难车，路比青岛的路虽自波。对，你不如青岛唱挖嘎来。还有想展示了没有？不呀，不唱啊。我打也是。我爱你们，替他大爷犯德行的。嗯，尾声，来来，这阔阳来，宋情郎唱给大家好吗？让冯兆阳唱一个。冯兆阳，对，来来来，对，来兄弟，有一个粉丝喊他了啊，来兄弟，来吧来吧，来吧，给你师傅露脸，唱什么呀？啊，你唱什么都行，你是于谦的徒弟，你唱两句休息红吧。修九红啊，往外迎，往外迎，满腹凄凉草木凋零，血已阑干泪珠儿倾，一阵劲风过，落叶满中庭，思想起郎君一去老没有回城，在外飘零。早知不让他唱了，还挺惨。谢谢，往前站，会那个宋情郎，咱们一起唱。哎，来会唱的一块唱，快！一不叫你又来呀，二不叫你愁啊，三不叫你穿错了，小妹妹的豆豆本是一个金锁链啊，情郎哥的豆豆把了包他镀金钩啊，小妹妹送我的郎呀送到了大门洞啊，偏赶上这个老天爷下雨又刮风啊，刮风不如
下点小雨儿好啊，下小雨儿留我的郎多待上几分钟啊，小妹妹送我的郎呀送到了大门南呐、啊，顺腰中我就掏出来两块大银元呐、啊，这银元给我的郎买上一张火车票啊，这银元给我的郎买上一根中华烟呐、啊，小妹妹送我的郎呀，送到了大门西呀，一抬头我就瞧见了有一个卖梨的呀，我有心给我的郎买上梨两个呀，又想起身子虚吃不得那两东西呀，小妹妹送我的郎呀，小妹妹送我的郎呀，小妹妹送我的郎呀，送到了大门北呀，一抬头我就瞧见了一对鸳鸯来戏水呀，鸳鸯戏水成双又配对呀，也不知情郎哥多久才能把家回呀，也不知情郎哥多久才能把家回。谢谢大家，谢谢。几点？24。二朋友们，二十七。刚才这几位在台下待着，也有那种冲动哈、啊，上台。就我，反正我在后台，不管谁在台上演，我都有冲动，想上台演出。啊、哦，就冲上演。让这哥几个们再感受一下咱们刚才的那种震撼。如果那几首歌再重复一首的话，大家选哪个？这几个上台受教育了。西楼儿女是吗？西楼儿女，老师，西楼儿女再来一遍。都这站好了，让这哥几个感受一下。为你们唱的，知道吗？白云我的虽然泪痕和脸颊在地我看着心塌，热烈的酒淋湿我的悲伤，难过的人负着悲，这肆意的风压弯了海棠，一笔墨画看起就爱就爱就淡淡长，偶尔想你为我披件衣裳，别留我一人在风里。
己不认不是泪是谢谢谢谢，还有那些黑粉们啊，我们是从7:30演到了10:40，三个多小时的相声，其他时间我们是唱歌时间啊，请大家嘴下留情啊。对对对，主持人上，快。本场演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